又嚟到買樓攻略嘅時間啦，咁上集咧同各位觀眾咧去咗大圍嗰度睇盤啦，今日咧搭乘車轉一轉咧嚟咧沙田咧呢個大型屋苑咧呢度咧第一城咧同大家咧睇下樓啊，咁啊繼續有兩位嘉賓喺度先啦，美聯物業嘅 Eamon 啦，同埋成家網上課程導師林 Sir 啦 ，Hello， 兩位，咁啊即係呢個盤咧頭先都講過啦，喺沙田區嚟講咧都歷史悠久噶啦，亦都好大型嘅，咁我哋今日咧嚟到其中一個單位呢度啦。今次同大家睇嘅單位咧，係位於新界區嘅大型藍籌屋苑沙田第一城，當中有唔少嘅上車盤，非常之受一家四口嘅年輕家庭歡迎。而今日睇嘅呢個盤係中層，實用面積大約284尺，兩房嘅細單位，開即市正，冇乜長嘅走廊位。外望嘅景觀就以樓景為主，交通就非常之方便上班族。除咗巴士站之外，步行大約10分鐘就可以到達港鐵第一城站。林 Sir， 呢個盤係咪真係上車天堂呢？係嘅，碼細啲，同埋咧呢個盤有好處，個間隔多，即係你無論係一房、兩房、三房嚇，咁其實個積都係齊嘅嚇，咁亦都啱啲人，譬如你話由兩房住到三房，方便佢換樓啦，同埋個價碼嚟講都係好入場嘅，即係講緊應該是500多萬啦，至800多萬都有。咁因為而家以個按揭政策嚟睇咧，其實要做到九成上會，亦都係配套措施好嘅。咁呢個屋苑我同意係一個選擇，因為呢度600多萬其實佢有好多嘅選擇。咁補充嗰句啊，亦都有啲人如果係真係想學買樓嘅嚇咁樣。我個人認為睇呢個屋苑係有個好處，因為你會留意到咧。其實在同一個市場入面，唔同間隔單位，例如一房、兩房、三房，個價點走台啲盤去成點？呢一個大型屋苑係佢具備嘅條件，係其他你睇細屋苑啊係冇。咁你從而咧點樣學買樓呢？咁你觀察到唔同屋苑其實嗰啲貨走成點啊，或者個尺價點啊，你就會熟知到即係究竟影響一個單位啊，或者影響成個屋苑個尺價走勢，係會依據咩因素？咁所以我有少少建議。同埋呢個屋苑好特別嘅，我形容呢個屋苑咧，好多土生土長嘅家庭嘅。即係點解一個屋苑都有土生土長嘅家庭呢？就係、是、可能兩公婆啊，即係可能講20多、30年前咧，呢度樓價即係新界區比較平啦。咁就即係兩公婆買個兩房單位住，跟住啦，結咗婚之後咧，有小朋友啦，就相對換啲大啲嘅三位三房啦。再等個小朋友大埋啦，成家立室咧，好多分支家庭嘅，即係原本嘅屋企都喺呢個屋苑裏面，跟住仔女大咗啦，就喺附近嗰幾棟樓咧，就買一個細單位，咁即係三代同堂啊，或者兩代同堂咁一齊住，都好多呢個情況嘅。喂，問下 Eamon 先啦，咁嗱屋苑又咁大啦，樓又咁多棟數啦，你要睇都未必睇得曬㗎嘛。嗱，就你經驗嚟講啊，呢個屋苑咧有冇話邊幾棟咧？你覺得咧係特別即係正啲，或者近邊啲即係特點啊、交通啊，你會覺得特別好嘅咧？咁少咁介紹下啦。咁其實第一城呢，因為佢以前就未有馬鐵線嘅起嗰陣時，咁就好多時都會用巴士做返個主要交通啦。咁喺中間行程路嗰度搭巴士入返馬鞍山或者出返去九龍區嘅。其實通常啲人就會講啲大位喺返一期嗰邊，有啲可能建築係1018尺啊嗰啲咁嘅大單位啦，咁會望住全河景嘅。頭先啱啱都講過，嗰啲換樓鏈嘅情況就會由依家呢啲單位可能換到去451，再換上去嗰啲啦。咁 Eamon 就講完啦。嗱，林 Sir 咧，我覺得咧呢個屋苑咧，邊啲單位咧，你覺得咧即係最心儀咧？最心儀，即係我感覺我最心儀，而家啲尺價要爽啲啦，去得順啲嗰啲。其實咧，去得順要有稀有性啦，或者即係你行入個屋苑，要發覺成個屋苑咧，可能有你呢隻單位咧係少見嘅。以第一城嚟講咧，向河景嘅單位梗係少，亦都多人中意。但係咧，可能大家冇留意到咧，向得河嘅單位通常都係大單位嚟㗎，因為發展商都有個做法啦，就係通常景觀靚啲嘅單位就留翻俾大啲價格㗎嘛。咁其實無論諗呢個屋苑或諗其他屋苑咧，我都覺得係應該用呢個思維去諗。而至於在於我哋而家見嘅呢度啦，究竟邊啲單位係值得留意啲，或者值得去得準啲咧？咁應該頭先都有所講解啦。但係呢個屋苑咧，交通咧算唔算即係有優勢咧？定係調翻轉講舒適啲咧？點樣講咧？當然啦，呢個屋苑都成熟啦，幾十年啦。巴士嘅配套啊，小巴嘅配套啊，區內區外都好充沛啦。
但係問題咧，即係而家咧，大家買樓嘅時候咧，中意買咩咧？即係鐵路站上蓋啊嘛。即係呢度唔係冇鐵路，如果你由個鐵路站行去最遠個支樓嘅話咧，可能都要行十幾廿分鐘嘅喎。即係呢個究竟會唔會影響到買家嘅心態咧？呢度咧，因為係一個歷史悠久嘅屋苑啦，好多人嚟睇呢個屋苑嘅時候咧，已經仰望知道咗呢度嘅交通狀況，亦都知道適唔適合自己啦。咁喺個鐵路上咧，可能係有少少影響嘅，因為始終都唔係一啲超級方便嘅鐵路盤啦。但係佢其他巴士啊、小巴亦都可以做到基本嘅補給，同埋佢自己亦都有商場可以補給到啲唔需要離開呢個屋苑咁去消費啦。林 Sir 咧，有咩睇法咧？我哋成日都講交通要方便啊嘛，咁呢個本點睇？咁我最中意尺價爽嘅樓，其實呢個最緊要。而我哋睇翻咧，鐵路上蓋嘅樓咧，個尺價未必一定升得快，或者跑贏其他屋苑喎。嗱，就以香港都有個屋苑咧，啲電視台啦嚇，好中意打親風咧，都可以睇下嗰度水唔水浸，或者嗰啲浪咧刮上嚟有幾勁嘅。咁升得好嘅屋苑有乜特點呢？未必一定需要近鐵路嘅，但係有個特質就係、例如佢哋可能嘅樓齡咧係介乎7至20年之間啦。因為頭嗰幾年咧，其實啊，嗰 SSD 期咧，可能有好多業主咧心急想沽房，令到嘅尺價受壓。又或者咧，其實新呢幾年落成嘅樓咧，有時有啲屋苑係未必個會所太大，有啲業主未必中意嚇，咁亦都導致到佢個尺價係受壓嚇。咁啊，反之咧，其實近唔近地鐵咧，就未必一定真係睇翻個個業主中意係住地鐵上蓋。另外咧，呢個盤咧，我諗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嗰、個即係積咧，好多多元化嘅。其實兩方嘅積咧都佔到幾大多數喺度嘅。咁啊，都點解即係兩方嘅積即係佔得大多數？咁啊，有咩用處咧？就好多新嘅家庭嚟住啦，咁樣。所以相對咧，好多人搬嚟呢度咧，都為咗個校網嘅喎，係咪？呢個盤附近嘅校網係點嘅咧？呢度咧本身就係沙田區嘅校網啦，咁就係91嘅。咁亦都係成個沙田區其中，即係基本上係成個新界區最受歡迎嘅校網之一啦。咁入面有好多唔同出名嘅學校，咁就唔喺度細數啦。咁啊，所以好多好多學校，甚至乎我以前有一個經歷，就係有啲人咧，基本上就係淨係租個單位，淨係要個上商嘅啫。咁另外咧，呢個盤咧都講下啲歌詞嘢啦。最出名係咩咧？除咗講個即係多積之外咧，同埋即係多入場嘅唔同嘅樓之外咧。鎖車好快喎，呢度呢個都係呢個好經典嘅喎，係咪啊？呢度有冇聽過你哋？呢個絕對係第一城嘅其中一個經典。基本上你架車，你個人落去，佢已經望住㗎啦。咁啊，我諗可能私家路多啦，又或者你頭先上嚟嗰陣時咧，都見到原來第一城有自己嘅巡邏車咧，可以睇實大家有冇亂咁泊車，所以嚟到呢度咧加緊留神。兩位好彩我架車咧，今日咧就好乖仔，放咗入停車場。不過呢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同各位觀眾講聲拜拜先，拜拜，拜拜。今集咧同大家介紹咗咧沙田第一城呢個熱門嘅上車盤。不過咧呢一個盤咧都有一定樓齡㗎啦。如果大家想睇新樓，下一集就同大家去到將軍澳嘅康城區，一個大型臨海嘅住宅區。呢一區嘅樓咧樓齡普遍咧比較新㗎。而且咧，會所咧亦都比較多元化，仲有唔少新型嘅商場，吸引年輕嘅新家庭啦，同埋住開喺將軍澳仔女長大之後分支家庭嘅換樓客。如果你都鍾意呢條片，記住 like 咗呢條片先，然後 subscribe 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之後撳埋個鐘仔，留意我哋最新嘅動態。記住啦，要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page， 知道我哋最新嘅資訊。